很 cute， so cute。现在几岁了？七岁。cute， very cute。吴永恩和王子文是在《怦然在心动的恋爱》节目相识的，两人在节目上演了一场钢琴之吻，相信很多人看到了都有被甜到吧。两人的爱情就像是偶像剧一般，是很多女生都非常想要的爱情。当然，两人的爱情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。王子文是一名出色的演员，而吴永恩是一个圈外人，当然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男生。王子文在圈中是没有什么绯闻的，而很多人也都不敢相信他如今已经是一个七岁孩子的母亲了。当吴永恩得知这个消息时，也都是非常的震惊，但他也都不在乎，依旧爱着王子文。而王子文愿意把自己有个孩子的事实告诉吴永恩，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。但也可知道的是，他也做足了吴永恩不接受这个孩子的准备。在一次王子文给吴永恩分享儿子的视频，不料吴永恩说出一句，感觉他长大了会跟你一样是改个子。听到这话的王子文立即给了吴永恩一个白眼。当然，吴永恩的这话也让很多网友非常气愤，并纷纷喊话王子文和吴永恩分手吧，你们不适合。对此，观众朋友怎么看王子文分享儿子视频却被吴永恩吐槽一事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